圣诞节可以装加这个颜色，这么白色，有薄荷口味的，甜的，最后一个甜的，只有圣诞节才有的，好的。那个什么糖糖，最后一个字，对对，什么糖？什么糖？那个勾那什么糖？对，老人年纪大走不动，用的那个叫什么？拐杖糖。对，答对了啊！好，九啊，他们这一组就得分了哈，那边一分，那边零分，就这样子互相一直比哈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好训练他们的口语的时候啊，然后也给他们复习这个词语。好，剩下的呢，那我就差不多了，到这里。我想呢，我们时间啊、有限，那有没有人有什么疑问？那个想问的问题，还有今天关于我讲的内容，有什么你们想提出一些问题都可以，都欢迎。看我们的学习的是正体字、繁体字嘛，对不对哈、啊？如果是正体字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包括、包括，我们两个都可以的。啊，那到，对，我们两个音都是可以的。啊，那个简体字的话就是包括。对不对？还有昨天有小朋友老师说，学吃餐就餐地里学新词，这个餐好像台湾要怎么说？学我们说的是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但是啊，中国大陆的餐餐谁知盘中餐，所以有一点点的差别没关系。我们老师就是要知道你教的是哪一种语言，你是正体字还是简体字，你就要知道它正确的读法是什么。这边有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学生不理会教室规则，老师如何处理，请举实例参考。我们不是有奖惩制度吗？还有呢，我觉得那个奖惩是有很多不同的啊，除非是遇到那种非常顽固的那种不可理喻，就是怎么讲也不听的啊，那种好动的很难的那个，你很没有办法，就是针对那种问题学生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你的奖惩制度做得好，一定是有办法的。像我们现在也有那个什么那个 Class Dojo， 它有积分，对不对？有积分有奖惩，学生很喜欢玩这样子的游戏。我们都今天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，像我也有很多这种不同班级的学生，他当然越小的他越对这个越在乎，加一分减一分，你只要他规矩的时候啊，你说你在跑，你在那边跳，好，那我扣你一分，好吧，啊，他就只好回来了啊，就是很皮的，因为我的学生有的真的很皮，但是你一讲到说我要扣你一分，然后把这个 iPad 或者你的电脑一拿出来，扣一分，他马上就很乖，或者你放在这个牌子上面讲，你的那个白板上面。把他的分数扣一分，打一个叉叉，他们非常在乎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学生绝对没有问题，可以做得到。高年级的学生若对奖惩完全不感兴趣，应如何吸引他们参与啊？高年级的学生的确是有这样子的问题，那。说实在的，这个跟他
他们的学习，他们的 motivation， 对，他们的这个 motivation 啊，非常有关系。如果他是不想学习的人啊，你要怎么样来刺激他有兴趣？你的主题、你的教学的方式、你的活动 ，always 吸引他。尤其是竞赛，他们对这个竞赛，现在其实往很多很多的竞赛方式，我今天没有拿。每这个有那个举牌，老师只要一早就知道，但是老师要做功课，必须把你的问题，你教书的内容里面的问题做成，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哈，是对不对，是非问题，或者是 ABCD。那我们有很多玩的方式，像有行动学习的，可以用手机。Tablet 电脑，如果没有的，我们也可以做字卡，老师用那个扫，就是用手机来扫，每个人举个卡，我今天没带来，因为我本来想把这加进去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我没有带过来啊。然后老师一扫，那个荧幕马上就呈现出来，谁对谁错，几个人对几个人错这样子，啊，这种竞赛的方式是最吸引，尤其是高班的学生啊，吸引他们的这种参与度啊。然后奖品是哪一种比较适合？我想你可能需要看学生，如果大一点孩子，可能就是需要，可能会要需要比较价格高一点的，两三块钱的多或以上的等等。小小孩呢，其实一张贴纸他们都不高兴，一支笔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那大孩子我都给他们积分啊，或者是我是给他们在一个节日的时候再给他们，有比如说有拼图的啦，有积木的啦，有什么这些都可以当奖品。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意见的，就是关于奖品方面，有没有人有就是对高年级给予什么样的奖品比较适合？有没有人愿意提供你的看法？如果是到积到年终，有时候一张电影票也是可以的。啊，就是说看老师的经济状况啦，因为这个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要高，这个价格低一点或者是高一点都不一样的奖品，啊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我想问在座各位啊，因为最近你们整个自从我们开始华文教育的时候。几乎每五年、十年都会有个大的变动。那现在我们面对到的是什么？是很多文盲，即使他来六年级、七年级、八年级，很多文盲。你们遇到这种的学生，你们要怎么做？刚才那陆老师他讲了很多，就是用考试啦来分级啦什么。可是你要遇到这些，他们讲得很好 ，oral communication number one， reading 也不行 ，writing 都不要谈。对不对？那这样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大家要怎么样？应该我们也做一个思考，应该想想看，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，然后把他的中文加强。我觉得这个是我面临到我们学校的一个问题，很多不是少数啊，非常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有一些很简单的活动啊，比如说比手画脚，他虽然是在练习口语，可是他也看到字了，你要重复的一直给他练习，对不对？那你在 Quizlet 打回家练习打 Quizlet 的时候，他如果可以用拼音，他就拼音去打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程度好的时候呢，他慢慢要去学会那些字，哦，也就是说你从简单的开始给他布置。认知很重要，所以老师要怎么样带？现在就是很多的方式，很多的方法，你们可以怎么样把它套在你的学生，适合你的学生的程度上面。好，
那如果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要演讲是不是？不勉强，我觉得他如果他没有准备，就不用上来，无所谓的。我们不希望学生不在快，在那种不快乐的学习状态啊。那小朋友哭了，老师去哄他，一定要哄。要哄。不好的，哭的不可以。我想，不可以。他不上来，你要勉强吗？他上去，我准备了，还比较强，还要上去，上去了完了。那你说对呀、啊，下一次嘛。但是他没关系，他下一次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下一课。拿一个小贴纸，拿一个小的弹簧，一支小笔，一个橡皮擦都可以，很简单的。因为我们平常就准备好的一些奖品嘛，很小的奖品，你就稍微哄一下他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些是情绪没办法控制，你就赶快给他安抚一下。不要让他造成全班的困扰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刚刚那边还有一个。就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正体字我可以找到在哪里找到这些字？那如果是简体字的话，我在哪里有这些资源可以去找？比如说打那个笔顺啊和那个字啊。笔顺的字这些，你讲的是我们正体字还是简体字的笔顺吗？啊，打笔字，但如果有打简体字进去的时候，他这个字库是不承认简体字的字，所以他就说没有这个字。那我在做作业、写作业的那个笔顺的时候，他就没有。那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字？你有教材吗？我是有教材的。哪一个教材？教材是华语中文的，华语小学的。OK， 有一个软体，它是可以让你做那个笔顺的，就是你可以印在纸上的，也可以是动画的，学生在荧幕上看的。那但是它呢是需要付钱的，对，那个是在那个网站，我得去找一下，有这样子的一个软体。像我自己都有，啊，那需要的时候，像薛老师知道。很多很。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如果你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啊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我们再下一堂课继续。我们下一节课是在3:30，还有5分钟哈、大家去后面用一点餐，后面有点水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一下，欢迎，谢谢，放好了，进进出出，大家耳朵都是太棒了。